很开心可以跟罗辉一起做这个桃园市的形象活动，对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警察体验。 Cyberpunk 的主题要结合反诈骗，我就觉得很特别，有别于我们平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性质，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很努力想要拍出真的很厉害的作品。在交友网站认识的，交友网站，对对。好，本子要给他，考虑啊，要了，我要会，我要会，我要会，跟我结婚，非常的好。年终奖金算什么？我们一次给半年呢。那我就会看到你的字，对。希望就是透过这次拍摄阅历，传达我们桃园警察团队想要反诈骗的决心跟力量。只要接到陌生来电提到金钱的部分，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。投资10万回本30万，要不要跟？不要。他都不信我了，你还会信网络 那些蠢话？所以前景一定要一个人是在前更前面，镜头前面。对对，我不想牺牲横向的镜头，因为现在看起来是，因为原来我们阅历是十。好，对，快点，快跑！然后等一下可以不用看镜头，全部看远方就好了。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回去注意交通安全。我们合照一张吧。谢谢。好，大合照，来。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。